右图所示已知函数 f of s 等于负 s 平方加 2s 的图形，与 s 轴交于00与20两点，是求 f of s 的图形与 s 轴所围成的区域面积。这就是事实上就是要求积分，从0到2对 f of s 的积分等于三分之一 s 三次方加上 s 平方。0到2把数字带进来，负三分之一乘以8加上4，所以等于三分之负8加上三分之12等于三分之4。